你们两个人都在蹦迪，两个人很享受的在蹦迪。这个男生用一个极夸张的一个蹦迪动作蹦到了他面前。你幻想一下演员的信念感，我是一个无敌美女，穿着特别性感的衣服在那里扭。咱们对性感的定义可能有一点点悬殊。幻想一下演员的信念感。注意到了性感美女。来吧来吧，我要来了。耶耶哈哈，哎呦哈哈，哇死了。逻辑顺序是那么个意思。